我都忘了，你是抽旱烟的。你想好了吗？我跟王爷这么多年，要我偷，我实在是……你在这里等我。好，那你早去早回，同学们都等着咱们呢。我知道。哎，明珠，别跟你父母吵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么着吧，我陪你一块进去。哎呦，光哥不要，我怕他们有想法。这样吧，等下次我正式介绍你们认识再说，他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你。那好，那我在这等你。走吧，走吧。嗯，那我先进去了。走。给你。哎，谢谢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你，老爷，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准备一下，马上就走。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哎，进屋再说。齐昌，把门拴上，快快快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知道了，老爷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进屋再说，进屋再说，快，快快快！来来来来来，爹，怎么了？他是特高科的特务，是日本鬼子。哎，是我瞎了眼，引狼入室。哎，事情很重要，你们收拾一下，马上走。我们要去哪儿？去重庆。重庆。是啊，是蒋先生亲自为我们安排的，接我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。爹，我不能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跟同学说好了，我们要一起去延安。延安，对呀，我们要去延安打日本人。嘘，小声点儿。走啊！哎，这是宝，也是祸。我呀，暂时还不能走。爹，怎么了？哎，道天十年前上门来找我，拜我为师，真是居心叵测呀。珠儿，你带上这宝贝，还有外面的东西啊，都交给你和你娘了。我暂时留下来，和他周旋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谁也走不了啊。爹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瞒您了。我同学，就是那个叫吴同光的，他现在在外面等着我呢。哦，吴同光，是个好小伙子。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现在在咱们胡同口。好，带上他，一起走，快。
叔叔。稻田青衣，怎么是你？是我，我是来接你的。重庆方面的人，我们已经送他上西天了。何王爷，您要带的东西。开天窗说亮话，郑管家比你聪明，他早就归顺大日本帝国了。郑启昌，你这条狗！何王爷，为了这个凤首直壶，我花了整整十年的心血，十年功夫，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，叫做铁杵磨成针。这十年来，你口口声声说是我朋友，可是这个宝贝，你连看都没让我看上一眼。呸！你就不配说朋友二字。舍得杀你！我除了喜欢你家的宝贝袁青花以外，我还要你！放开我！花老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老爷！爹！老爷！爹，你这个禽兽，我给你拼了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敏珠，广哥，广哥，敏珠，王哥！
小王，好好听着。好的。哎，郝军，哎，你们两个把这份文件赶紧发出去啊！记住啊，别忘了。 我是杜雷啊。什么？巴赫现身南京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下午5点，西山机场接一份重要档案。明白。 站长，他是。戴威，总统府外事秘书。杜站长。正是。我是。戴威，您就不用做自我介绍了。本人久仰大名。不愧是南京站的杜站长。这位是。保密局南京站少校组长陈立红。 戴小姐，你好。陈少校，你好。杜站长，这是童馆长的案件资料。夫人说，受命文件马上就会签发。感谢夫人信任。对了，杜站长。 站住！我跟你拼了！爹！带走！
怎么了，站长？他不是自杀，这个位置，自己很难用什么东西可以扎出这么深的口子。嗯，那就是谋杀。那凶手会是谁呢？想要知道凶手是谁，首先要分析凶手为什么要杀人。凶手杀人，无非是为财、为情、为仇。嗯，一个博物馆的馆长。 身在大洋彼岸，他有什么钱可图，有什么情可谈，又有什么仇要在那儿报呢？依我看，他的死因肯定和他手中掌握的国宝文物有关。嗯，两位慢走啊，再见啊。哎，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 哥，你好！你好，哥们儿！你好，高老板，你好！哎，你好，来修个面啊，修个面。八哥，你好！你好，老板！哎，他不会叫错的吗？叫错？
这谁家的八哥？听着，八哥你好。你好，老板。你好，老板。听见没有？八哥你好。你好，哥们儿。你好，哥们儿。不会错吧？好，高老板，我亲自给你修面。哟，那得谢谢你了。请。三号电台又出事了，幸亏小王机灵，带出了半截电报。另外，童泰在旧金山新闻发布会说，他受命整理并集中故宫的文物。看来他们是要动手把东西运到台湾去。老板，这大发夹怎么少了？哎呀，一定是刚才绿牡丹那几个舞女给顺走了。哎呀，这些人呢？哟，罗兄弟，哎呀，两位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阿西，早茶。哎，好，请请请啊，请请请。哎呀，沙老板，这都要打仗了，您这小店生意还挺红火的呀。哎呦，嗨，哪里哪里。再说，这仗还不是没打起来的吗？咱们几百万国军还在江边上守着，我看这共军啊，八成是吓得都不敢来了。您当然这么想了。如果共军来了，没您什么好处，先供了您的产。哎呦，可别吓我，我就这么一个小店，还什么产不产的啊？不管这仗，打与不打，这日子总要过的，对吧？该修头，该修面，总还是要修的。来来来，正好两位在里面歇个脚，刮好胡子再走啊。胡子是要刮，可就是没带钱。哎呦，什么钱不钱的，你们整天为国家大事操劳，刮个胡子我还能管你们要钱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行。哎哎，这位先生，到那边先用茶吧。站住！走。得想办法了解更多情况。报告站长，发现中共地下电台一座，共党分子负隅顽抗，被我击毙三人，缴获发布机一部，我方无一伤亡。好，战功赫赫呀！啊，来，奖励你一个。谢谢站长。哼，美国人还真有一套，电侦察车，厉害。共军那些比老鼠还狡猾的电台，现在是一抓一个准儿。才几天，端掉了三个。我要掐断共军的所有联系，让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。站长，这是我现场缴获的。
米店，交给情报处，马上破译。是。哎，你布置一下，要24小时监控，我要让南京的中共电台全部消失。是。看来我是时来运转，该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了。报告。进来。少校好。啊，处总。一本正经的啊，这有没有外人？放松点，放松点啊！处总，我在办案呢。知道，知道，大家都在办案啊。先放一边，把眼睛闭上。干什么？你先把眼睛闭上。搞什么花招？睁眼看看。从哪儿弄来的？从哪儿弄来的？说得太轻松了。From Germany。德国？嗯。那么费事？你忘了吗？马处长毕业于德国高级军事院校，是当时中国选派的3名军官之一。这个是我托我德国的同学弄的。送给我的？是的。真的？我马天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谢谢马处长。谢什么？谢谢马哥。哎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好，改天有时间我带你去试枪。好啊。陈立红，糟了，站长来了，快走。少校，我走了。立红啊，有一个紧急的特殊任务。是，站长。我还没说什么任务，你兴奋什么呀？站长，你说。奉上面的命令，把人带走。是。三浦佐征，嘿，把他带走。三浦佐征，日本的老牌特务，
盗运贩卖中国文物国宝的头目之一，和几个盗宝分子一起被捕，预计处死。按理说现在已经死了。他没死。国民政府要把他交给美国人，预防情报交易。这个三浦佐哲参与过南京大屠杀，血债累累，我们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您好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，叫三浦佐哲，原特高课课长，是南京大屠杀的祸首之一。美国人要他，我也没办法拒绝。但是，这样的人，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中国的。是的，夫人，您那边是早晨吧？早安。早安。好，再见。中国的皇帝都称万岁，而没有一个活过百岁。中国的朝代都称永远，而烟消云散后的朝代更迭如浮云不长。他们唯一留下的是历史前进的痕迹。伪作是智者，从不要求国民呼求万岁，我们只呼中山民国万岁。然中山民国已成颓势，伪作何求国宝文物迁运台湾？试问，台湾乃中国一省，能代表中国吗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是伪作派你来的吗？能够死在一个有思考的杀手手下，也算是我同泰一生了结的幸事。请吧。
希望闪动着黎明的翅膀，冲破黑暗的狂风巨浪。有一个声音在前方高声唱，那么嘹亮，让我听见了信仰。有多少子弹会飞向胸膛，把你脚步无情的阻挡。抬头仰望着满天的星光，温暖在我胸膛，我看见了信仰。如果我倒下再醒不来，请记住我热血的澎湃。如果我一句讲不回来，请用烛光把我静静等待。你知道我的存在，如果我倒下再醒不来，请记住我热血的澎湃。如果我一去将不回来，请用烛光把我静静等待。我会化成微风。